着一头金发对镜头耍酷自拍，他就是活活打死前女友新欢的骆姓凶嫌。脸书经常PO出各式机车车主照片，对改装机车也很有兴趣。除此之外，他也相当沉迷打LOL。这些人很聪明嘛，先击杀了我们的杰伦，让我们没有收割的途径。闪现放大绝，秒杀敌人，推塔攻略主堡，英雄联盟夯到连周董都在玩。而22岁的骆姓凶嫌更经常和朋友打团战，也是在英雄联盟中认识小自己6岁的女友，进而交往。没想到分手后，却因为女友另结新欢，吃醋酿下大祸。实际来到凶嫌住家大门深锁，周遭邻居表示，虽然互动不多，但平常他都静静的。听闻消息实在很惊讶，静静的，很难过，因为他爸妈应该很难过。前阵子好像当兵退伍下来，所以我不是很了解。应该是说我跟他们家没有互动，就是跟他没有互动。年轻人吃醋失去理智，才22岁就背负一条人命，不但毁了被害者一家人，更狠狠伤了亲生父母的心。谢鹏志明苗栗报道。